还有醉人的日照下。于小平大办音乐晚会，老爸于天强力站台，全因民进党议员初选战况激烈。天美底下赶紧拜托啊哈，我们早间就交代好你啦。不怕被说是靠霸族，于小平反倒坦荡搬出于天，果然效果十足。您别给你交代，你还记得？我讲这是丢嘛，我老爸啊。不止议员初选竞争，绿营的新北市长提名也不遑多让。立委吴秉睿争取党中央提名，席开400桌，举办春酒活动。30多名立委到场力挺，立委总召柯建铭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姚文智，还有初选台南市长落选的立委叶宜津，一个也没有缺席。堪称党团总动员等级，因为就连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来站台。只是平和团结，难道只是表象？苏贞昌正台湾快闪，面对媒体镜头却是走得匆忙，似乎就怕被意有所指，想要回国参选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幕僚却大动作遮挡，不免让人多做联想。绿营参政人选都还没定案，内部已经掀起一番风起云涌。记者张海亮和魏荣 SNG 小组参与报道。